大家好，我是 Masa。 加热食材的方式很多，除了使用炉台、烤箱、电子锅之外，还有另外一种加热的机器，就是气炸锅。我家也有一台，这一次决定使用它来做很好吃的两道料理，做法都很简单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做。
OK， 这样子就有非常好吃的鶏のチーズハサミ焼きとトントロネギ塩サラダ完成啦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吃啦，两道都非常好吃的样子咯。好了，那么我来先吃这个猪肉沙拉好了。我最爱吃的猪肉部位之一就是这个トントロ，它的部位是有一点那个脆脆的，然后里面有这个油花是刚好的比率，所以吃起来的口感是非常好的。好，ではいただきます。うまい。这个猪肉非常的香，因为我用这个气炸锅的方式加了，它是一直吹的，所以表面可以做成脆脆的，然后可以去掉多余的油分，所以吃起来是蛮清爽，而且加上这个ネギ塩ソース。这个平常我们吃焼肉烧肉时候常会出现的，尤其是吃那个牛舌时候，松板猪跟牛舌的口味是有一点接近，有一点那个脆脆的感觉，所以跟大家一起吃也非常好吃的。那么接下来我要吃这个鸡肉，这个也非常的期待哦。你可以看到这个番茄，它可以铺很多这个水分，然后把它再切成薄片，可以看到这个起司了哦。看到这个千丝的样子真的是太吸引了。ではいただきます。这个也是非常的香，刚刚这个鸡筋拿出来时候的那个鸡肉的颜色就想象出来，它的口感是非常的好，就是皮的部分是酥脆，而且加热到这个金黄色可以享受这个鸡皮的香味，然后当然里面装的这个洋葱、番茄、起司三种一起就更好吃的哦。对，还有这个它其实已经蛮有入味的，但是呢当然可以淋一点酱汁，我这边特别准备的和蜂蜜黄芥酱，这个可以淋在上面，这样子就会变成更好吃了哦。对，もう一回いきます。这个酱汁也很好吃的，就是这个 honey mustard 的组合嘛，这个两个的组合是非常搭配的，然后加上酱油，所以不是只有那个西式的，还是有加上一个和风的口味，跟鸡肉一起吃真的是非常好吃的。好了，这次介绍的料理也非常的简单，这次猪肉我是用这个松板猪，如果买不到没有关系，你可以用大家习惯吃部位的肉也好，像五花肉也很好吃哦，它的这个脂肪的部分不用担心，因为像这种气炸锅它会一直吹，把这个多余的油分会融化掉的，所以你可以享受一样这个表面是脆脆，然后里面 juicy 的肉块。还有这个鸡腿肉的话，里面装的东西大家也可以选的，改成菇类也很好吃哦。先把菇切丁还是切薄片，然后用奶油先调味一下，再把这个皮下面塞进去，然后加上一点起司一起烤，也会很好吃的。希望大家多享受好吃的气炸料理，谢谢。